咋了？这什么鱼啊，这么长？这鱼烤出来可香了，想吃还吃不到嘞。这鱼看着都吓人，我可不敢吃。好小子，你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咋了？这方仁好吃吗？还不如红烧。红烧的能有姥姥这样做的好吃啊？你不就是放点葱姜蒜吗？你小子瞧好了！呀，快来尝尝姥姥烤的带鱼！来了！哇，姥姥这好香啊，一点刺都没有哎！那是姥姥这样做的香吧？就行，千万不要浪费啊。